主料中筋面粉250克植物油13克水150克辅料白腐竹葱花油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糖与面混合加入鱿鱼水和面软面团和好面后在表面抹点油醒15分钟左右腐乳按碎小葱切末将面擀成掌条抹上腐乳撒上葱菜卷起来切成小剂然后将其竖起来按扁锅中先不要放油将饼放锅中捞出饼花后再淋入少量油等上面变青色即可翻面捞熟即可出锅香酥的感觉烹饪技巧一面与水的比例很重要二醒面时间要多点三刚下锅的饼不要抹油待捞出饼花再淋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